妹妹，妹妹，我们要帮你搬家。好的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白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做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，就是我们妹妹，妹妹，我们要帮你搬家。你刚脸整个埋进树里面。好，那哦，嘘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帮他移家，因为我们如果要就是挖这一块他的那一块地的话，就是就是要把它先移开，不然的话它会蛮占路的。对，所以我们打算帮你安排一个新的生存新的位。你为什么就不看我？对吗？嗨嗨，我们我这一集第一次关心你，你应该说点什么吧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觉得很开心？有没有？我在干嘛？好，不管了，我们开始吧。我们就我打算就是从这样子的大小，像这样一个方格的大小来扩出去，大概一点点这样。那扩出去之后呢，我们就有更多的那个空间来帮他安排那个睡觉的地方。由于我在录影的时候，我发现我录到后面那个声音发现音讯断轨问题，所以这一集的进度有一点点小小的错愕。所以我只录到我们弄完绵羊的地方，我来给大家看好了。目前已经弄成这样，但是这一次的录影后面有点出状况，真的非常抱歉，真的非常抱歉，没有让大家看到。对，那我来一一介绍一下我到底变更了什么好了。首先就是绵羊这边我已经整理成这样，然后我把里面的妹妹也放出来了，这个叫妹妹，这个叫咪咪。他们生出来的叫Momo。好了，没有了，他们其实名字都一样，只是他们两个交配起来的时候啊，就只生出一个跟他一模一样的毛色。他是几率性的吗？他有没有办法？哦，长大了，他会不会就是我这边有八个小麦，我再让他生一次看看好了。有没有要吃？要吃吗？怎么好像没反应？你要吃吗？还会再生出别种颜色吗？这次会生哇，这次生白色。好了，好像只剩下这两个颜色可以生了。你就不能多生点颜色给我？怎么只有两种颜色了？不要看我啦！哦天哪，那眼神。那还有，就是我在这边也扩建了我的这个小小的树。这个树的种植区，那我里面安排了这几棵树。那我不知道会不会种得太近，但是因为土地有限，所以就看谁先长先赢，就先长出来的我就可以先砍掉这样，然后再种上去。对对对，我是想说先这样。然后农地这边我也把它种满了，目前就是种到这样子。然后这一整排这边就是农地的区块，然后这边就是这个是植树的区块。对，这样的话我们就一直有木头了。对，然后就是那再来就是在这一层，在上一集不是，就是在之前有说我要把这边稍微整理一下，不过因为那个泥土不够了，所以
我就只能大概整理到这样。这个地方预计是未来会盖成我们的房子的这块地，对对对，所以要稍微就是整理一下。然后猫咪还剩下一只，应该是剩三只吧，一只、两只，还有一只在……哦，不要爆冲，拜托！还有一只在哪？我看不太到哦。哦，有了一只、两只，还有一只，哎、欸，不是两只，哎，哦，三只，三只，有这边那边刚刚叠两只。哦，你小心，你小心 ，please please， 不要再让我失去任何猫咪了，拜托，我要钓鱼才有办法养你们。他们这样跳，我觉得好恐怖。对，那嗯，再来，大家会好奇就是，我在这边有做一条奇怪的路，有没有看到？而且我还弄断。对对对，就是在我在录影的时候，其实我走到这边还蛮刺激的，就是。我发现我走到这里之后，有发现有听到怪声音，对对对，还蛮恐怖的，就有那个哭公啊，还有女巫啊等等之类的怪，有听到吗？在上面有那个怪物的声音，然后宝箱就在这里面。对，因为我当初只是想说我要来这边挖那个泥土而已，对对，没想到这边居然有怪物，所以我就不太敢继续动了。这是粘土吗？哦，是水，好恐怖、哦！还是先不要走进来好了。有水欸，天哪，还是先堵起来啊，先堵起来好了。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上去，我怕上去之后会被巫婆丢那个宝那个。还是说我现在可以进攻一下？哦，他在屋子里面，他在屋子里面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那只羊怎么了？我第一次看到那样的羊欸，没事吧？我要从那里，哎、欸，这边有生块砖。这只牛也是。等一下，有苦力怕。OK， 这里是被施了什么颠倒的？哦，那边有。等一下，这是枯工的。让我想一想，让我想一想。如果这个时候挖掉，我就没有骨粉了。为了要变成一个那个叫什么生怪机，我还是把它擦亮好了。这样子有用吗？先让它亮到它不能生为止，还是？对对对，我觉得还是先这样子好了。应该不会生吧？这么亮。应该暂时不会生，如果的话一点点而已。好，我们得先进去解决一下。哦，他看到我了，他说他的鼻子上有痘痘，我来帮你除痘吧。嘘，我从这里进攻。哦，他是准备好了。嘿。哦，他丢到我了！哦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，我们赶快进去吧。这个中毒，哇，这中毒好久哦 ！Oh my god，OK、okay, 没了，哇，这个中毒好久。我的木头不见了。好吧 ，OK， 好，目前应该算成功占领这块地了吧 ？Yes， 好险有生怪砖，这是强化小白吗？好吧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强化，我是觉得还蛮可怕。哇，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好辽阔、哦，可以看到，你看，这是我们现在发展的状况，原本只有这样子跟这样子，已经发展成这样子，哇，好喜欢这种好棒的成就的感觉。那我再来附近逛一下，这附近可以连接到蘑菇岛，还有那个长的。其实我想说，我上次好像在上一集有提到，就是这个中介塔，我是觉得它长得有点奇怪。
我本来是想要这么说，对对对对对，我只觉得它长得还蛮奇怪的。哎，这座岛那边上面有那个类似，哎，哦，怎么会喷出去？不乖。我发现我没办法。等一下，发生什么事？哦，我懂了，是以前的那个 bug， 就手上拿的东西不是吃的，就是一种以前就存在过，但是我很少发生，今天也是发生第一次。对，就是它有点奇怪，这个 bug 就是它会有一点会让你以为你好像拿对东西，但你其实你拿错，但你其实你拿错，但你其实你拿错。然后你就一直吃不下，对对对对对，哇，那座岛的土也是蛮大的。我们先去看一下我们楼下，就是我们楼下那边不是有那个吗，箱子嘛，然后那个箱子里面的宝，我是觉得都还不错。我先读起来好了，好，先读起来，我们改天再来，那边应该算清那个什么，占领成功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里面有哪些东西，有经验修补，有史莱姆球，有中介珍珠，还有飞剑伤害药水跟废纸。我现在包包有点满，所以我觉得我们下一次再来把它整理到我们的箱子里面去。对，这就是这个我挖这个石头的目的，就是要走到那一块下面，想说先去挖个土，然后就没想到遇到了还蛮多事情的。对，那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结束咯。那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那个整理起来的感觉，看起来有没有比较好，那如果你有什么更好的意见呢，欢迎下面告诉我，让我可以去实践它，让我去觉得说你的 idea 更棒。对，那我先砍个树，这边的树其实必须立即砍掉，必须快点砍掉，不然的话它有点有点放太久可能不太好。对，会破酸。不对啦，不是啊。那 OK，那我们的今天的任务就大概到这边准备结束啦。我们已经成功的，没有，我们还没成功，我们要去挖那边的土去补这块地，我们把它补起来。对，然后还要挖石头做一个围墙，这就是后面的故事了。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呢，请帮我按个喜欢，想知道最新影片系列请点下你的订阅。那么 OK， 就是这样，威尔森早安，今天送你这朵花，这是你的新鼻子，等一下，这是你的新鼻子，赞哦。OK， 就是这样，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回见喽，拜拜。